你没看错，1500万的大牛超跑大刀一剪，在报废场里成了一片废电。6年前，机师林修凡开着没牌照的超跑就上路，当场遭警方查扣，依法没入。行政诉讼2年未果，原姓男子在法庭外控诉，要求交通部国赔这1500万。我本来请了临时牌照，我就可以合法开。可是我只是没有请，因为他的效期很短，只有3天到5天，根本不符合我们去做认证使用。我只是没有请你临时牌照的情况下，然后因为你这个不当的修法，变成是我直接被没入了。这个比例原则已经高达了1500万倍，从市价1500万硬压销毁成9900元的废铁。原姓男子和林姓机师在大牛销毁后，气得向交通部和北市交通裁决所提告，但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国赔不应该打行政诉讼，而是应该循着民事的方法寻求救济，将案件移送民事庭。问题就出在判决基础所依据的法令的问题，但是新的事由提出了之后，裁决所呢，他答非所问，申请国赔跟损害赔偿，这是他的一个权利。那但是我们认为说，我们依法行政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挨告的交通部和北市交通裁决所强调依法行政，后续如何判决交由司法定夺。只是当初少花个几百元，请个临时牌照，却让1500万元的超跑变成废铁，后悔莫及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